同志们晚上好，我今天出来办事嘛，然后又经过了玉兔厅。因为这边吃的东西太多了嘛，所以每次经过这里的话，我都感觉自己口水直流啊。那昨天开始不是东京这边已经开始实行紧急宣言了嘛，所以我打算今天正好是利用这个周五的这个时间先在这边吃一顿，然后周末好好的休息。紧急宣言一发动之后的话，应该是很多店都是必须在8点之前关门的。我想今天既然来到了玉兔厅啊，还是禁不住这个上次吃的那个拉面的兰州牛肉面的诱惑，所以我还要去看一下，就是尝试一下跟之前上次吃的不一样的菜单。啊，就是在对面了，它招牌上面写的是中国兰州牛肉拉面。大家来看一下，今天虽然是周五啊，但是紧急宣言出来之后明显少了很多人。骑车的是送外卖的小哥哥。 OK， 我又来了国一面。面的话我选细面，稍微粗一点吧。人还是挺多的，最关键的是店里面好暖和啊，我一进来就闻到这个面的香味啊，心情非常的愉悦。上次来的时候我选了一个超细的面，那感觉还是选一个稍微粗一点的面再来尝试一下。 You're my caffeine in the morning Got me feeling这边刚好有辣酱，我来尝试一下。可能从小我比较喜欢吃辣吧。会不会太多？应该不会吧。今天点了一下粗面，好极了。这个是红烧牛肉面，这个是红烧牛肉，对，这个是面。味道不错。他这边这个红烧牛肉烧的非常的入味啊，而且很嫩。好像是学生或者是你有这个棒球的票的话还可以打折啊。我终于吃完了，吃的我有点出汗了。
因为感觉好久没有吃很辣的东西了，而且加上明天是周六嘛，可以好好的在家里面休息，所以今天我就特地加了挺多的这个辣酱。啊，它里面的这个红烧牛肉还是煮得非常的入味的，就是带一点点甜味，微甜。我上午查了一下，国一面好像是在神奈川那边也有分店的，神奈川那边可能就离我住的地方可能比较近了。也是非常希望这样的兰州拉面能够多开几家。好，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这边是男厕所。